五张桌子，只有一张桌上有真正的食材，就是大蒜、洋葱、黄桃罐头、章鱼和泥鳅，其他几个人桌上就只有刀和砧板。另外一队随时想问题，让他们完成一些规定的动作和指令，最后判断谁在真的做菜。王牌队先到一边内部讨论一下，谁真的去做菜？赶紧的吧你！哎，腾哥生气了，你看。啥呀？来吧，来吧。不是，我这儿的东西就不能给我换换，都臭了都。演的演的演的，戏精是我。接下来，王牌家族已经正式进入备菜环节了。那这样，我希望啊，他们王牌家族集体切个洋葱。咦，小童啊，小童啊，你太聪明了啊，盲切呀！是，来吧，切吧，来吧，切吧。我真切一刀，这好好好，我这洋葱啊。哎呀！哇塞，姐姐还没下刀呢吧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，大姐？我帮你吹一吹。哎呀，你一嘴洋葱味啊！哎呀呀，简直你演的特别像那足底按摩呀，就是在底下啊，舒服。我太浮夸了。腾哥搁那演抠鱼呢，腾哥在抠橘子呢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腾哥你，你看这都翻白眼了。腾哥一直在酝酿情绪，你看。腾哥有点过了，腾哥。我觉得腾哥呢是个老油条了。对。我觉得腾哥的可能性不大。花花，花花过了，花花啊！是哪呀？哎呀！哎呦喂，小童那儿，小童，小童就没切。小童特别像一个柜台等着那个收收银的，是不是？收银员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他们团队只有这个弟弟是一直认真的在切。对，我也觉得是最朴实的。我觉得这个弟弟呢，岁数太小，应该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。嗯，这是我的第一感觉。不，刚刚月月说的时候，其实我相信了，但就最后那一秒，弟弟没坚持住，就用这个切过洋葱的手，居然揉眼睛，暴露了，这不可能的。这样，你们眼前不是有那个泥鳅吗？摸一下好不好？啊！咱们要看细节。从小宋开始，一个一个把泥鳅抓到砧板上放着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大一条！哇！哎呀呀呀！别溅我一脸水！这！他们就故意对，别演了，别演了！腾哥来，腾哥吧，腾哥，帮抓是吧？干抓呀！哎呦！哎呀！不是，这腾哥这条泥鳅有点都在吐泥，坏得很。你们俩这挪着闹海呢是吧？哎，真正的泥鳅绝对不会是这么老实在那让他们摸的。我相信你当年考入军艺是因为颜值。这回信了吧？纯一张白纸啊！下一个贾玲，我这条主要是有点大泥鳅。哎呀，太滑了！哎呀，玲姐，你像是在那儿提线木偶一样。哎呀，真的！我演的是不是有点假？你浮夸的老祖宗了，演的我自己都有点害怕。
信冯巩老师现在打车过来能揍你了。这个味儿啊，这泥鳅这弄了吗？弄完了。演完了，这还不行吗？刚才那段表演，那奥斯卡请我去，我都没。确实不能去。会不会去了贾玲那儿？他只不过是那个老跟你在这瞎嚷嚷，咱们以为他就不是。我觉得贾玲这么好的演员，他不至于演得这么浮夸。万一是反向思维呢？我就觉得反向思维。我猜就在贾玲那儿。我也觉得是。来，花花。哎呀，花花这条还是活的，你那条死的呀，那么跳。咱俩在这儿是吧？这个是。太恶心了，这个。是挺恶心的。哎呀，还在动呢。妈呀！哎呀！你是不是觉得花花那也挺像的？因为这块好像，这段特别是真。拿到板子上来，行，拿到板子。可以了，拿板子上。别折磨他了。可以了，别让他好好的生活。行吧，演得好。好，小童抓泥鳅。小童，你这条好像已经翻肚了呀，翻肚了，快来演一个，演一个。哎呀呀呀呀！不是你这么水，你连姐刚才那段表演都不如。是不是老师来把你憋着死？不是，哥哥和姐姐。那你来，你面对他，你来演一个，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跟你讲啊，小童很有可能就是他。有好几次我看他们节目，都是最吓人的放在小童那儿。啊！啊！啊！你过来，你说我，你来。小童做个示范，给小童做个示范。你做个示范来。什么叫正宗的无实物表演？啊！你真拿，你别无实物。你这没有，我拿啥呀？露馅了，哥！这是什么？手都干的，哥，你搁那干啥呢？哎呀，我觉得就是贾玲跟小童。你们一人吃一口黄桃罐头行吗？啊？不是，把那个罐头打开，是不是拧那一下？那你们拧一下，来吧，腾哥，你拧吧。嗯，哎呀呀，走。干行活干惯了，对不起。哎，你看看，哇，用手不是用嘴，这舌头呢？哇，这开核桃呢？哎呀呀呀呀，拍反面，拍反面。没有，这而且拍的是自个儿手，刚才听见声了，都已经是这样了。对。哎呀，配音！现在有点口技大师。那声卡痰了。厉害厉害，玲姐。啊。哎，这个响啊。没有。啊，花花该拧自己的了。哎呀，你这块挺难拧啊！啊，使劲！可以尽全力了，尽全力了。这没有人能打开吗？那种罐头正常拧是拧不开的，松一点气儿它就好拧。对对对。